智商只有六岁的憨爸爸竟被诬陷为恋童的杀人犯，入住七号房却改变牢房的所有人。2013年感动韩国1200万人次。아빠잘태어나게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아빠딸로태어나서고맙습니다七号房的礼物，龙华影剧台3月温馨推荐。